相较于星期一的好天气，气象局表示，从2号开始，东北季风增强，东半部的云量增加，局部地区有机会出现短暂降雨，而从3号开始，冷空气减弱，气温又会回升。不过东半部仍有局部短暂雨的发生，日夜温差明显，年长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要特别的留意。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，新一波的东北季风南下，加上辐射冷却影响，二日早晚天气偏凉，东半部云量逐渐增多，局部地区有机会出现短暂降雨。不过三日白天开始，冷空气减弱，气温又将逐渐回升，东半部偶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。从二号开始一直到八号啊，整个东部的天气啊，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迎风面上面有可能一些雨的地，因为局部地方可能因为是迎风面的情形造成一些局部雨的情形，所以其他地方大概都可以见到阳光啊，没有就是一个多云的天气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周的天气啊，大概都蛮不错的，所以最高到十八号的时候啊，整个大太阳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夏天的感觉，就最高温都会到24度，然后低温大概都在17、18度，就是早晚的时候啊，温度会比较凉。所以你如果早出晚归，还是可能要注意一下，你要适时添加一些外套啊，或是增加一些你比较多的衣服。那其如果你是住在那个比较迎风面的地方啊，比如说山区啊，或是哪里的地方啊，可能会有一些雨啊，所以你还是要携带雨具啊。所以这一周整个天气看起来是蛮不错的一个天气。五日周五至下周一天气都将晴朗稳定，白天则有何许东阳，夜间则辐射冷却强，日夜温差大。年长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，记得适时增添衣物，留意温差变化。记者蒋方燕华联社报道。